我现在的情况就不能大力跑，除非过头跑，不然基本上就要刮到草了。那就已经碰到草了，就左右范围其实就只能是做一个小动作的抛投。哎，啊，碰到鱼了！啊，一路上都是在撞鱼，这小鱼太多了。嗯，都是在撞鱼，太多鱼了，它们都不是咬，都是在撞。嗯，这一代，这个跟上一代的那个劲风比起来，好用了不少了，真的。它在没改的情况下已经好用了不少。我试试看看改了之后会不会性能再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。它的指向性比劲风强了很多。哎，有鱼咬，没注意咬了一下。真的，它的指向性强了很多。以前我用劲风，在没改的情况下，很少会去抛这么近岸的，因为一旦抛过了，它就直接挂到草了。咬得很深。看我嘞！过鱼，哎西！两口呢？好吧，远程不能跑了。怎么可能跑不到？我能跑到那边。太轻了吧，那两头。不行，随便跑到那边，这边也有口。我操！旋转3周半。那你就勾了我杆子。哎，我操！你看，我一个反手抛到哪了？不到，在。拿给大妈的绝版了。罗非在下面那钉，不是蛋白。你看，我操！一个反手炮打到石头上面去。你看，随随便便。能不能往外走一点？这边走一点。停，等等，不用动，不用等，给它自己飘，得给它自己飘过去，不然等下你飘不了。一来就进了，你瞧着呀！
这都行。你是上鱼啊，我是光腿，光腿。这都能上鱼，我靠！帮你完成，你未完成的破龟，好的。哇靠，好多啊，这难道？脱了，看到没有？又脱！我靠！一竿拖两条，是我卸得太紧了，我又怕中翘嘴啊。全是冲过来。我们买个喇叭来，下次来，过来了吧。水面全是蓝的。对啊，哇，这条没上来啊，它还有发力的，我不敢用力啊。看你看，看你看，看我看你看，你钓什么草鱼呢？喝酒之前。哦哟，三钩全中！哇塞！还有力啊！哇哈，这不行了，这一杆。我手机，我靠，我就没想着录这一条，谁知道中鱼了，录后面只能录了，录后半段。你，哦，我转个头先。这他妈还不是原装，就是原装钩，我那个垃圾钩啊，天天吐槽的垃圾钩。